剩女 Santino 取代廿年老婆。我冇讲过四十五度角望人，我系话四十五度角个身体对住佢。如果一个女仔喺个社交聚会一开始嗰阵时候就一嘢正身就涌去佢觉得条件好嘅男士度讲嘢咧，身边人会觉得佢 cheap， 身边人觉得佢冇矜持，男士亦都唔会觉，男士亦都会觉得佢过分主动。四十五度上天奴哦，你好叻叻猪啊！我真系觉得你呢个碌好型噶，系啲独男衰啫嘛，连四十五度成成都玩。你哋啲港女真系太真心交啦！你估阿上天奴真系叻尽嚟噶？佢琴日去庆功啊，认咗2009年离咗婚啦。我同时 date 五个女仔，五个女仔都知道我同时间 date 紧其他女仔。是你博爱定是啲女仔太切太 easy 啊？五个争一个，仲有啊！听讲佢前妻带佢廿年啊，生得佢出嚟咁滞啦。而家各方面嘅报纸杂志啊，都系咁想采访呢样嘢，甚至一遮住，甚至好多唔同嘅界别啊，唔同嘅身份嘅人咧，都想借住。呢、這個咁 hit 嘅 topic 嚟到去加以評論，嚟到去可能亦都去從中可能可以黐到少少fame 咁樣，黐到少少關注咁。我聽到未啊，港男 Santino 都話係啲人黐佢嘅名博出位咯。Hello Auntie， 佢做個老諗㗎，加埋趙石之俾人影，借個緋聞谷人氣喎。哼，揸架百一萬嘅靚車，不過條女坐喺後座乘客位啊。喂，你扮拖友定係司機啊？問阿 Gobby 啊，攞電話呢個醬油王都認咗自己係妹嚟㗎啦。仲有人爆你添啊，话在 Forwards 嘅飞机王乌镜啊，一早就透过婚姻介绍所结咗婚啦。张相咁烂，你噏乜都得㗎啦。卢海鹏试咪啊，唔该。